四家已经没了，现在还剩四家。听说四大家族围攻时，莫族长没有反抗，大人何必赶尽杀绝？我只是要他们交出知识郎首级，可没要他们灭族。不过。 就随他们闹吧，但这些都在大人的算计之中吧。难不成你对那个外族人动了恻隐之心？你爹把你托付给我。 到这边关磨练，是因为他相信你日后必成大才。你可别辜负了我们河东裴氏的期望。莫族长是条好汉，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人。即便他是卑微的外族人，也理应受到尊重。大人，我替他不平。英雄。 论的是成败，而不是骨气。要么有骨气的死，朴实荒野；要么没骨气的活，为了成就大业。裴行人，你选哪个？五大家族。 过了今晚，我要他们只剩一家。 你们俩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要交给孩子们解决吗？哼，你呢？ 这么急着出动所有兵马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哼，彼此彼此。我说，你们两个没注意到后面何一家的那支部队吗？何一家哪来这么多兵马？哼，那是突破了我的佣兵。 这次还真是下血本了。他那点价钱，请得起突火罗的佣兵？哼！哼！这兔崽子，怕不是把所有家当都押上了，不留退路吗？嗯，与其家族听令，跟随我，全速前往废弃驿站。黑屋下毒，给我跟上！ 勇士们，拿出真本事来，一步都不能落后。沙尘暴即将来临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沙暴，能不能挺过去，就看各家的本事了。 来当下一个，何一家族的狒狒侍卫长不过是块头大点儿，能赢过他算不得什么本事。不过，玄，这滩烂肉我出一千头羊和你换。这个奴隶，我要了。喂，给我听着。 我是虞姬家族的次子，虞姬牛罗。现在我恩准你加入虞姬家族，为我效忠。喂，你听到没有？我是在。
给你活命的机会。你的主子已经死了，你所服侍的家族也已灰飞烟灭，你没有必要再为一个外人。不是主子，也不是外人，是咱们。